来听故事咯。这期麦当劳双鱼杜本树冠家族来到热带草原，带大家观察稀有的黑犀牛。你知道吗？胖胖的黑犀牛跑步居然比短跑选手快两倍。想知道更多动物的小秘密吗？答案就在麦当劳的双鱼杜本里哦。现在买麦当劳 Happy Meal 就享独家双语读本，月月有新书哦。